哎，弱哎，拜托，你很弱哎，见到陈老大哦，哈。啊！卡夫卡妈妈该起床了。行，让妈再睡会儿。要睡的话，就让我和妈妈一起睡吧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你在卡夫卡床上？还有卡夫卡的声音啊！啊，我就是卡夫卡。啊，睡得好香啊！我的身体，这身打扮不对啊！一些就是、妈，啊、不，陛下饶命！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位仙州打扮的女士出现在我家，还希望玄夫帮忙找找她的家人。好吧，看在你请客的份上，我就帮帮你吧。谢谢父亲，父亲最好了。还有，帮忙发一下卡夫卡的寻人启事，那个不务正业的家伙究竟跑哪儿去玩了？老大老大，探子说那个叶兰已经发现我们的老巢了，我们要不要投降啊？就是就是，我们几个加起来也打不过他呀。哼，慌什么，作为老大就要有老大的魄力。哟，都在啊，乖乖投降吧。来者可是叶兰大人。算你还识相一些，那今天我就出手轻一点。哎，我肉水呢？话说我什么时候换的衣服啊？这什么打扮啊？老大老大，来的不是叶兰，我们可以放心了。就是就是，没有弓箭和神之眼，拿什么和我们打？嘿嘿嘿，一起上 Heavy Machine Gun。 啊啦啊啦，不过我发现了更好玩的武器。时代变了，盗宝团们